抢二十其实不太好追了，抢三十其实还蛮有机会追的。嗯，好，看一下啊。好，哦，开场就先不错哦。好，这边用稳稳的，这边还行。哎，白痴哦，被骗了，现在都被骗了。啊，糟糕，角落蓝是超级强的地方，然后又没有灯笼了，挡得不错。哎呀，完了，会不会这场要死在角落？应该要死在角落了。反正死挂基本上不太解衰，哎，这有点衰啊，这有点衰，这有点衰。魔王猜到还要原地跳，原地跳动手打扛了，然后他中手放枪，这有点衰啊，这有点衰啊。二十的时候记个笔数，有笔数在旁边啊，笔数在旁边。完了，咚咚咚咚，哦，所以，哦哦，魔王，哦哟，漂亮！魔王第一次一开始没有被那个气功拖到，但我那时候一开始前几场都一直被气功拖到，魔王反应看起来还可以。嗯，哦，感现在那个会被二 U 相杀，有点，哎，这样角落有机会。咚咚咚咚，魔王居然不用 U 魔血哦。好，魔王这边拉距离还可以，现在魔王的战略是不要让蓝丝出角落。哎，还想劈柴啊？有了，啊，可惜选错了。死了，哎、欸，还没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干魔王选错了。刚如果用后闪的话就折到了，选错了。打蓝丝就是要猜他，猜他是要用那个第一时间 2OH 还是第一时间没有用。完了，哎、欸，机会，运气不错，这样还有机会。当一个单发确认绝招，还可以赢。啊，死了，谁？哇，出师不利，出师不利。看，刚刚蛮好笑的，后闪，然后这边哎、欸，又没有打到他。那、啊、目前魔王看起来反应还可以，没有被偷到，刚其实都是选择失败而已，就他折人的时候都猜错。目前状况其实看起来还好，我那时候一开始前面的时候其实我状况比较差的，你看魔王都不会被偷到，所以魔王的反应其实是还可以的，接着就是运气的问题，刚其实是运气不好，感觉还可以哦，感觉还可以哦，哦反应插盒打得真好。哦、oh, ，nice， 这个点到了，没有被他拖到第二下折。哎呀，直挂怎么都折，都猜对啊！因为那个就是看菲利是要2L 压还是 JL 压，然后都就是其中一个会赢 2OH， 其中一个会输。啊，被偷了！哎呦，哦，空中荡秋千还好，不会像我一样就是跳然后被 66H 抓到。空中荡秋千就起码不会有事。嗯，这样还行哦。对空，哎，有啦，懂真龙。哦，积极折到就赢了。哎、欸，磁挂怎么都猜到啊，有点厉害哎、欸。他是不是延迟 2OH 啊？磁挂可能是延迟 2OH 哦，我在想，可能是因为他那个第一时间，可是第一时二延迟 2OH 可以躲 JL 吗？猜的有点厉害啊！怨水魔王刚刚用超低声去躲那个瓜，结果慢了一点。蓝丝劈起来会怎么样？会打康啊！啊，角落有点糟糕了啊，死了！咚咚咚咚！哦，这边直接带哦，直接带的话会差一点点血，直接带的话会差一点点血。苦力姆！啊，死了！咚咚咚咚！好，这边凹了，可以，这没办法，这凹了。我往这边选衰文，这很难赢的啦，这很难赢的啊，死了！果然，凹劈柴。他一定要过去按那个二 L 才可以来个击躲。他刚过去按连按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就不行。Squad 的对策真的是挺好的，在中距离用二 U 去打菲利现在几乎都按不太赢。啊，不过菲利就是比相对来讲比较不怕。哦，有了，开始猜对了。啊，有了，干没有在每次都没的啦，有了，这样应该要赢了，等下可以再拉回来折一次。咚咚。哎、欸、啊、哦！不行，太高了，要接连段。啊，漂亮，抽中段，不要在角落就没事了，不要在角落就没事了，现在在角落了。哎、欸，完了，干有点衰。哎、欸，没事，他放枪了，运气不错。刚有点衰，哎耶，抽中段，运气不错哦，这样运气不错哦。刚刚他那个放枪，不然魔王可能再猜错一次就要死掉了。啊，魔王的运气看起来今天是不错的、啊。嗯，连抽两次中断，没有在每次都没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开场劈柴垃圾人，猜，
嗯，石冠，石冠其实猜对几率目前还是偏高的，还是偏高的。咚咚咚咚，好拉折、欸，猜对几率真的蛮高的、欸，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。好，这边目前血量优势，在场中，在场应该稳稳的打就没事了。不要在角落啊，不要去角落啊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角落。好，这边防守的不错，啊，有了。漂亮，这个有了。好，这边他跳就会吃绝招。好，这边直接用躲的。糟糕，糟糕，这边折到一次就死掉了。哎，稳，哎，延迟，没事没事。咚咚。哎，哎呀，可惜刚点开就有了。Nice。哎呦，魔王看起来还是稍微有点紧张啊，不过还好啊，魔王的反应都还在，就是那个森龙对空什么的，然后躲。那个叉刀气功反应都还在啊，不错啊，魔王比画面快一点点啊。等一下，那我把 PS 重弄一下啊，这样应该要好一点啊，这样应该好一点。丢一个积极者，好、啊、这边他上去的话就会吃绝招，这边他不能22H 了。漂亮，这边后跳 L 跑走，吃绝招，哎、欸，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哎呦，哎呦，魔王回稳哦，魔王领先哦，领先哦，有点厉害，啊，魔王居然一开始就没有失误啊，没有因为紧张失误啊，哎，不愧是打习惯那个的男人啊，咚咚咚，不愧是打习惯那个的男人啊。啊，这边乱动了，可惜。猜，哇、哦，选对了，选对了。他、啊、如果猜要他第一时间跳的话，后斩在森龙就可以破了。选对了，魔眼在每次都没的啦。魔王是看守大哥大。Nice， 折到就赢了，赢啦！啊，你看，我就说菲利做坏了吧，就说菲利做坏了吧。角落的话就不怕他22H 了，角落的话就不怕了。反正他上去也是落地也会被打，他就躲不掉了。角落的话就很稳，嗯，挂的直挂几乎都是两种拳法，就一个是蹲挡，一个是22H。不过目前看起来都还是选对，他直挂现目前看起来选对大概是六成。哇，这边被抓到还要后跑了，运气不错。啊，角落了，糟糕。啊，这边凹啦，魔王凹啊！啊，这边假跳，哇，漂亮，骗到了，又一个GG。好，二十了，哎呦，看菲利是不是做坏啦？菲利是不是做坏啦？看，石瓜被屌打了，石瓜被屌打了，菲利做坏啦，有点厉害。啊，这个插盒漂亮。啊，猜错了，这没办法。咚咚咚咚。哦，所以，哎，好、啊，这边角落，哇，漂亮，他数点五 MP 耶，数点五 N。哇，他第二时间 JL 也被弄到、啊。石挂的对策真的是啊，死了，这样没办法。66H 绝招，石挂的对策真的是挺好的，除了起身之外，还有第二时间用 22H， 有点厉害。有点厉害啊，这插盒打得好，嗯，石挂的对策真的是挺好的。哇，蓝色的二 U 打菲利这个蛮有力的，就最惨都相杀，然后相杀也不会被菲利打大伤害。蓝色的版本打菲利好像真的是挺有力的。哎，还敢后闪啊，他应该是要二五防然后失败啦。好，这边等拉边好完了，不过场中还好，场中还好。啊，完了，他想速点，死了。嗯，魔王想速点啊，魔王想速点，有点可惜，因为他刚跑了一段之后才用那个，其实是有机会的，其实是有机会点掉的，但是不够近，所以他的近 L 没有出来。刚刚如果是他再跑近一点的话，就一定点得掉了。啊，还想劈柴啊？魔王今天都没被劈柴打到，运气不错哦。魔王今天都没被劈柴打到。啊，可惜，
石瓜这边反应比较好，石瓜第二下是2 L， 2 L 比较比第二下的 TC 快。安全跳啊，完了，按慢了，气功这边猜多就死了。好，这边石瓜啊稳了，这边用一个岩石汤啊，角落蓝丝实在太强了啊，角落蓝丝没办法，角落蓝丝，角落蓝丝就是可以连续折到你叫妈妈。太快到角落，这对决真的是哎漂亮，用超低声躲66 H， 动啊！目前魔王的猜中几率也渐渐的回来50%了啊！啊，魔王打66 H 啊，这边被偷到了，果然打石挂没办法，每次都不被偷到技攻的，因为石挂的进攻跟偷的技攻其实配的没那么明显。啊，完了，角落真的很糟糕，啊，这边要退康。哦，魔王运气不错，这边用第二时间凹神龙，哎呀，刚应该神龙，哎，也可以，刚刚用绝招就赢了，有点可惜。好，这边用绝招魔血，哎，刚那个 squad 跳的时候应该用绝招的，好，这边跟积极跟那个魔血，这边就是按二 N 什么的就赢，这边就不要乱按了，有时候乱按会被哎漂亮穿波，这边有时候乱按会被他绝招直接穿过来，嗯，刚。魔王在今天反应上都还是没问题的啊，对空跟打插波，目前只有失误一个打插波而已。完了，角落气功，哦，猜对了，哦，魔王猜对率也挺高的啊，看守大哥大，掌中还好，哎、欸，哎呀，自己换到角落去，魔王没发现，啊，猜错死了，是、哦、啊。哎呀，角落没办法，刚那个他换到角落去，然后后摔，魔王应该被吓到了。哎呦，精彩哦！From Japan, I like bone player. Please have a good game. Oh, thank you. Konnichiwa.魔王行不行？对空，没对。啊哦，这边用后跳 L 逃跑，完了，现在在角落蓝丝。好、啊，这边驻点回来，脱险机会，刚好他上去的时候，瞬间就选择呼啦那个空叉逃跑。啊，猜错，不过还好。哇滴答，哦，漂亮选前闪，这样还有机会，这样还好。啊，也不好了，没血了，也不好了，还是苦力吗？这边啊，可惜太远了，算不到波。啊，石挂的对策真的调整的挺快的，真的很难打。被晒到啦，漂亮哇！他的气功的对策真的好啊，菲利的二 U 实在太好用了，拉折。哎，又选错了。哎呀，又选错了，可惜。我目前的猜对率大概是40%左右啊，稍微略出一点点。哎，有了，啊，那个在 CD， 刚其实应该要绝招的啦，刚其实应该要 HH 绝招的，就可以打一大套血了。不过这边还行啊，被偷了一个气功，啊，死了。动绝招！哎呀，这个蓝丝这个气功跳 H 实在太强了，还有一点血啊，这个血量的话。单发确认还不会死，所以还要再摸一下下血，这边还要再摸一下，哎、欸、有了，但是还不会死。好，这边有神龙在，所以他应该会66H过来啦，我猜，所以魔王这边可能会，哎、欸、有了，漂亮。这个其实他自己跑过来被抓的，这个不是血反，这是跑过来被抓的。像刚那个距离的话，魔王要为了要阻止他66H，刚那个距离大概率会按2 N， 然后他就放了一个气功了，小看魔王的反应了。还行，对空哦，他按5N对空，按5N对空就不会被那个空阵，然后被打了。哦，这边逃跑，嘿，运气不错，折。哎，又选对了，画的防守怎么这么会猜啊？搞毛啊，真的很会猜，这不是我在说的。哎，对空有了，哎，居然没中，我刚以为都中了说。
好，这边绕跑啦，这边有鞭子有机器，这边有鞭子有机器，有了，拉鞭折到就赢了，折到就赢了，折到就赢了，有了，靠北，选错了，刚第一下折到了说，魔王今天凹都成功率蛮高的呢哈，安全跳，走，鞭子魔羯，好，这边就是小心他六六 H 戳过来了，这边不要到角落都没事，到角落了，还好。啊，完了，完了，猜错就死了。哦，欸，他这边要直接带哦，直接带是带不死的，直接带是带不死的。刚其实应该用折的比较好啊，不过差不多，因为这个其实比较没那么好折。果然，你看，石挂刚选错了。哦，魔王对策很好呢，这边直接前闪抓。石挂刚选错了，石挂刚应该用正常折人就好了，因为反正那个绝刀打不死。然后刚刚折人折到再带绝招死了，这边石挂难得选择上出现失误，干你俩被劈柴打半条啦，开场先劈柴先打个半条，这就是垃圾蓝丝。嗯，刚石挂难得出现这个小失误啊，这个其实正常来讲一定是选择更折的东西的。嗯，有点衰，气功啊，啊死了，这仗应该没救了，马仗开场被劈半条就差不多没救了。啊 GG， 哇，这边还用，这边还用 H， 还用 H 打延迟康，这蓝丝真的做坏啦、啊。他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多段的真的要改，他那个是一段一段一段的，真的是很白痴。中间想点就很容易被插。你如果说像妙想，你看前四段妙想是不能插招的，妙想是不能动的，蓝丝这个太响了。好，这边要到角落了，哎、欸，他自己进去了，运气不错。这边应该要拉让他出来，啊，对，魔王这边是让他出来的。嗯，哎，哇，漂亮哦！魔王的打气功真的是打得不错，大概有九成都被打掉。啊，糟糕，后闪哦，选对了，后闪凹，哎，魔王这凹都选对呢，运气真的不错呢。在凹的部分，魔王也是略胜一筹啊。动动动，哎，拼了！哎，好像有点远哦，好像有点远哦。啊，果然有点远。哎、欸，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。他想二 U， 然后被阻止了。魔王的运气看起来今天好像还在啊。哎、欸，有了，爆！哎、欸，啊，他极限按太久了，他极限按太久了。哎呀，刚应该可以给大伤害说，有点可惜。啊，完了，这边气功折，折到就半条血了，好，没事。啊，这边石挂也让了一个空间过来，哎、欸，有了超低身躲，这个对策不错啊，漂亮，五N对空，刚如果石挂劈下来，这样就结束了，还好他没劈，对空，漂亮，有了，持五N对空，有点精彩啊，有点精彩啊，持五N对空，持五N对空，刚如果他是最初按五N的话就没了。他刚是最初按五 N 的话就会被躲过，他好像知道他会跳过头的感觉，有点猛。嗯，魔王的对策看起来还是做的挺好的啊，就是各种超低身什么的，然后反应没有掉，重点是反应没有掉。那他升龙的凹十四中九次，哎、欸，目前只有一次没中而已。凹十四中九次，石挂一定说你这个飞力太凹喽。得，啊，选哎，运、欸、气不错。运气不错，刚石挂那个2H 上去之后没有出跳 H， 刚出的话魔王就被打一套了。运气看起来是不错的，好，这边就是稳稳的在场中打就好了。有了，爆炸丢几级，二 N， 啊，他这边选择稳一点啊，因为怕被凹绝招吧。这边就是二 N 这样慢慢按就好了，因为他可能会66H 过来。好，这边魔王选择用龟的啊，他然后他不要，他尽量不要按，他尽量不要有风险啊。对空。啊！魔王按五燕对空慢了一点，角落对空啊，可惜有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漂亮！因为压力在石挂这边呢、啊，压力在石挂这边，他一定要打一些比较有风险的去折，因为没血，他刚不能太用力折，因为被凹到就死掉了，所以刚刚石挂是选择用延迟压的对空，漂亮！哦，魔王的对空选得很好呢。用五 N 对空打蓝丝真的是挺不错的，就是直挂如果要破这个五 N 的话，就是要凹劈柴。那不挂刚劈柴也被挡住蛮多次的，所以他也不是那么敢劈。
哇，真的不会被偷到哎、欸，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，他都不太会被偷到的。转圈圈，好，这边啊被骗了，被骗对攻。好，这边吃瓜又选择反高、哦。好，这边转圈圈对空，好，没事，没事，哎、欸，他熬了，没事，对空，哎 ，nice， 有没有？这个对这個，哎、欸，魔王选的开始变多喽，选对开始变多喽，因为他要突破那个五 N， 他就必须要熬劈柴。哎、欸，魔王目前只有被开场劈柴劈到过一次，就是他那个对空五 N 跟那个对空劈柴，他挡对几率高达八成哎、欸，看果然是看手哥，果然是看手哥。原来不是我的问题吗？连斯挂打魔王，在这种东西也是很容易猜错的，有没有超瞎的？魔王的那个五 N 跟防守猜对的几率真的蛮高的。哎、欸，放枪！哎、欸，运气不错，放枪反而打到人。嗯，还是库里姆。嗯。行不行？好，这边直挂打的开始变得比较保守了，还敢二 U 也比较随便踢哈，现在开始就没那么随便踢了。现在差不多66H过来了，这个距离的话，这距离差不多66H了。好，魔王这边抓得很好，啊被飞啊完了，打半条，咚咚咚，三连砍，哇，这招真的太痛了，然后又到角落，绝招。哎、欸，漂亮！这边要想办法逃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！哎，他香砂还可以动啊，可惜这样应该是不行的。嗯，这样不行的，这样被劈到一次才打康，真的是差太多了。被劈到一次才打康，这样基本上那样就差不多去了。劈到一次才打康，打五千多吧，打五千多，太过分了，知道？目前大家猜对的几率都差不多，就是。魔王在猜那个二二 H 上去的那个比例是魔王这边猜对八九成，这十挂二二 H 上去劈柴跟二二 H 上去，然后不出然后被五N打康的几率是目前魔王大概是八成左右，目前魔王只被劈柴过两只，然后十挂被打了800多次了。好，这边稳稳的打就好了，他丢气功就抓他波，场中就没事，场中就没事这边，然后他得一跳就会吃气功了啊，吃一跳就会吃绝招了。这边场中就还好、哦、这边插招漂亮，这边抓他的哦，这边选择用绝招魔血，绝招跟鸡鸡魔血，哎、欸、过来，哎慢了一点，可惜，漂亮，嗯，精彩哦，魔王的对策基本上都有发挥得很好，然后接着是看守的功力。好，这边香砂哇漂亮，香砂出真龙二 N 啊，对，二 N 图纸气功。好，这边哎、欸我石挂的气功都偷不太到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我打的时候石挂一直被偷，我一直被石挂偷到。石挂打魔王几乎偷不太到气功，所以在这边立回就有点立回，他石挂的进攻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有效的去弄到。那不过飞力阻止气功比吉塔简单很多啦，因为吉塔在一定的距离，我拳脚摸不到的地方就没办法阻止了。然后飞力在那个距离是可以用二 N 跟二 U 阻止的，飞力是的确是相对好一点阻止。好，这边放枪了，刚刚是要拉边的，哎、欸，拉到丢吉吉，然后二 N 啊，这边选择用绝招魔血，可以，有了，好，啊，只怪人乖乖被磨啊，这边就按二 N 就好了，他差不多六 H 过来了，漂亮，五 N 落地啊、哦，哎呦，魔王好像领先蛮多的哦，哈罗安安 ，Believe in victory， battle， 没事啊，我刚三傻有赢魔王啊 ，OK 的啦。三傻大于魔王大于斯瓜啊，稳了！哎、欸，这边想冲过来啊，稳，拉鞭子，哎、欸，刚可以转圈圈说，刚可以转圈圈比较痛，对空，啊，没对空可惜，刚那个角度其实对空是180，咚，好，这边一个安全跳，这边摔空阵啊，咚，啊，被猜到了，不过这边不会死。真不会死，你也想玩这款游戏？可以买啊，这款游戏还不错。不过
通常比数到大概大概到十几场的时候才会开始是比较有熟人对策，熟人对策，然后互相猜的一些地方。大概到十几场的时候才是关键的、啊。其实这种抢三十这种东西，永远都是二十场左右才会开始啊。老实讲，二十场左右之后才可以看谁啊。这边五 N 早了一点，五 N 已经算是比较不会被跳 U 偷了，但是刚那个距离太好，还是被偷到。啊，只不过这边打的稍微稳一点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他之前开场都比较随便随意二 U 的、啊，现在已经开始几乎都用看的啦。只不过开始改对策了。好，感谢慕白订阅。自然有机会了，快玩完了，有机会了。哎，所以自然玩完了没？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。好，这边把关角落，运气不错，把六六 H 打掉了。啊，可惜，刚选错了。对空啊，按照五 H 啊，死了。哎，运气不错。当魔王想要五 N 把那个中段打掉啊，还有这样血量还有机会。好，这边选择六六 H 硬出去，后闪升龙，哎、欸，没有漂亮。魔王选对的几率很高啊，升龙，哎呀，死了，啊，死了，可惜。刚刚那个三角跳应该要升龙的，那个角度刚刚好，魔王可惜了。5-7啊。Believe in victory. Battle one. Engage.好，紫瓜这边打的开始比较稳了、哦，他想要干不行啊，再进去就要一直被拉，就要被看守了，有没有很明显的发现？紫瓜打的特别保守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对空啊，漂亮！啊，有没有魔王挡劈柴挡的真的是挺高的、啊？好，这边气功压。漂亮，这边用神龙对，他知道他是那个角度是可以神龙的。啊，这边又第二下洞被打到。啊，选错了。绝招，哎、欸，放枪运气不错，神龙。猜到就赢了，猜到就赢了。啊，猜错了。有了，哎呀，猜错了。啊，凹了，应该没有了。啊，没，果然没有。啊，没办法。刚选错了。不过 Squad 刚应该早就赢了啦，其实他放枪啦，这样其实就算赢了也是捡到的，刚刚就猜错就没办法。嗯，拉到折啊、哦，没有，这边用打的，拉远的用打的比较保险。折，哇，漂亮！五 H 空阵，他的五 H 印子有够短的，五 H 空阵还可以跟五 N 对空，这是吉他的空阵就被打了，这是五 H 吉他。菲利的围局真的做坏，真的受不了。好，这边空哦，好，这边相杀，大家都不出东西。这边要到角落了，有点危险哦。啊，出来了，漂亮。好，这边稳稳的打就好了。嗯，魔王的状况判断还是做得很好的。好。哦，石挂这边等那个二 U 空阵，然后再出，然后太慢了。有了，折到打半条，折有了，折到，哎呀，可惜，机器太早放开了，机器太早放开了，因为它是二二上去，然后 U 下来，时间比较不一样。哇、哦，漂亮！你看，魔王用这个五 N 对空阵做得很好，因为五 N 可以慢一点按，就相对其他角色要用 H 来对空来讲，五 N 可以按得慢一点点啊。有了，机器。好，这边他在一个跳就会吃绝招，居然没出。这边角落、哦，这边出来了，啊，死了，运气不好，运气不好，运气不好，太慢了，死了。哦，石怪开始在追啦，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。6-7啦，石怪开始追啦，这样有点精彩啊。差不多到10-10的时候，就是双方熟人对策的开始了。后面猜到的次数应该正常来讲会越来越少。如果有倾向跟一边更多的话，那边就要赢定了。哇，这边运气不错，普通神龙打到。因为后面大概会知道双方的一些进攻跟防守的那个配招，
所以中间应该会有一部分是会有一些人连续猜到，看谁能先抓住那个时机，就比较稳一点。一定会有几场是特别有人会特别猜到啊，角落啦。哦，石光这边选都选那个地面折吼，因为他觉得魔王看空中看得很准，他都选地面安全压而已。好，这边逃得漂亮，死了。好，没事。他如果我确认两下的话，可以直接围局绝招。有了，拉到折到就赢了，折到就赢了。阿飞就啊，有了残虐，有了。嗯，这边石挂第一时间想乱动啊，他第一时间可能想2H 啊，然后没有出来，因为刚石挂如果2H 是有点风险，因为一 2H 可能就会吃那个啊，这边被打解摔，这边猜错就要死啦，猜错就要死喽。好，这边你看石挂这边都选择比较保险的地面压，哈，刚都空中压都被猜对，就是那个魔王都选后闪升龙，都猜对。这个灯其实放掉也没办法。好，这边哦，选对了，角落有机会。这边看他猜到啊，选错了，可惜。最后那个 JL 选错了 ，JL 选错了。刚如果他没有 JL 的话，他一个2H 上去，魔王是可以叠绝招的哦，绝招打到，然后再一个球球，再一个呼啦圈，然后再升龙，是可以打半条的。刚有点可惜，选错了。打半条的话就生死折了。好，这边荡秋千逃到场中。咚咚！啊，这边被无限哈妹哦，漂亮！国王看得很准。换边，有了。啊，这边又是用他这边换了一个逃跑方式了，所以魔王如果要抓这个逃跑方式的话，就是要让机器按久一点点。应该就是22H 上去之后快落地的时候按 U， 这样机器就爆完了。目前石挂换了一种逃跑方式了，所以魔王下一次应该也要换了。啊，就是到后来的时候，大家的进攻跟防守会越来越多啊。啊，衰，气功，好，运气不错，气功的 CD 还没有好。好，这边稳稳的就好了，有了，折到就赢了，折到就赢了。好，这边选择安全的。这边他应该看准时机66H 啊，魔王这边抓一个角度呀，死了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因为刚刚那个跳是会跳换边的，其实那个地方升龙也升不到啊，因为那个地方跳的是跳过头的，刚魔王那个升龙是有点急的。好，这边荡球圈，好，这边放球，这边应该会抓一个距离跳鸡鸡，然后放球，放绝招，绝招，绝招，哎，有了。这是魔王专用，魔王爱用的套路啊，丢个鸡鸡，然后绝招魔鞋啊，哎，漂亮啊，魔王很喜欢这个样子啊。啊，这边猜对了啊，这个地方被魔王拉开距离就没办法了，因为双方都没血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会有这种情况。啊，魔王都喜欢丢一个鸡鸡，丢一个球，然后当你往前跑的时候，魔王就一个二 N 或五 H 就过来了，因为那边你被魔的话，你就会没血去跟人家力回了，所以那边就一定不能被磨。那个情况下，菲利的胜率很大啦。那个情况下的话，菲利只要看得准，看你是跑过来的瞬间按你的话，你就一定会被打或一定会被打。这边应该是 ES 对，然后气功。哦，石挂这边都很保险呢，他都觉得魔王可能会后闪。魔王目前这边防守猜对的蛮多的，魔王前期都配后闪，然后现在不配。哇，漂亮！你看魔王这边又猜对了。又猜对了，搞毛啊！真的是看守大哥大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这人真的很爱看守。有了，哎，拉错了，刚拉 ES 就赢了，刚拉 H 的就赢了。有了，有没有？石挂22上去，然后不按就会被五燕打康，然后 P 才就会被挡住。其实五燕应该是可以，搞不好有一个完美时间点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玩菲利，我不确定，可能要问一下魔王，看有没有完美时间点，还是要用猜的。这个。他那个猜对率有点夸张，魔王猜22的上去的那个对空跟防凹防劈财猜对真的很多次，你看有没有？你看他不劈财就五人打康，然后都再折，有点厉害、欸。魔王真的看守大哥大哎、欸，这不说再讲，真的很会看啊。那不是我的问题吗？大家实话都你看有没有？你看实话没办法一拼啊，真的有点强啊，放枪。有没有？你看石挂都拼了，就是我不信你每次都五燕都绕空。啊，这边选错了。啊，会不会赢的变输的？像角落有点危险。
好，这边延迟。好，这边要想办法出来啊，这边要想办法出来，看你找一个机会啊，有了。没事啊，这边被追一个，哎呀，很凹很凹。啊，魔王的运气真的是不错哎，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完美时间点还是他真的是猜的。如果是猜的话，真的很厉害。如果是猜的话，真的很厉害。不是，你看，因为你看我在对应他的22的时候，就是他凹到我 P 台的次数是稍微多一点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大概是他六七成左右，啊，魔王是大概80%他猜对，太夸张了，怎么可能可以这样一直猜的？因为那个基本上是强猜才对啊。基本上啦，就其他角色的话，但飞利五院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完美时间点，就是可以双防的。哎，有啊，这次猜错啦，绝招！太高太高太高啊！可惜，可惜，刚那个太高了，刚那个两下 TC 太高了，魔王没注意到，他以为中了吧？他应该以为中了。哎，漂亮！这边后退打摔，这边折。哇，你看这个五 H 空阵还可以用五 H 对空，我是觉得菲利这个东西真的做坏了。我觉得他五 H 应该要再多个八伏硬直，人家空阵都是十几伏硬直，菲利大概三伏硬直而已。我看太夸张了，那石怪一定很干，就骗到五 H， 骗到用二 H 骗到五 H 了，就还是会被五 H 对空。啊，可能看来后面又是要照惯例要帮对手加油啦。魔王出手必帮对手加油啊！会不会有这个定律咧？哎，拉到了，丢几级，然后丢绝招。那有没有魔王专用魔血套路？死了。好，这边就二 N 五 H 了，这边按了。啊，这边吃挂受不了了，只能挡了。受不了了，再前进就会被打了。嗯，看起来又要帮吃挂加油了。魔王一出手。又要帮对手加油了，做坏了，世界公敌，海外菲利，啊，这边再放弃攻就会被抓啦，还敢放弃攻啊？啊，这边，啊，魔王这边选不用那个二 N 对策了，魔王因为原本魔王有一个二 N 去二 N 偷第一声去打他的恶意识的，啊，不过刚因为失败了一次还两次，魔王就不用了，嗯。目前看起来，在猜的这方面是魔王高于有了，这边折到就赢了，折到就赢了，选错，哦，气功，啊，漂亮，这边直接二 U 打，真龙，我就知道，这边好，魔王这边直接开啊，二 N， 哎，没磨到，可惜，刚刚二 N 的，他刚刚二 L， 刚刚二 N 的，二 N 就可以把他推去撞那个球球了。又逃出去啦！这边不要按解摔，这边千万不要按解摔，按解摔按到就爆啦！啊，死！衰！哎，没有，他用 LTC 可能还不会死哦 ，LTC 可能不会死哦。刚刚魔王好像变成中断了吧？刚好一个五 N 对空之后按到中断了。凹啊！凹了就赢了！哎呀，可惜啊！我刚想说应该凹说，我刚以为魔王会凹啊，刚以为魔王会凹啊。可惜可惜，我以为魔王会凹啊！好，这边转，哎、欸，这边不接哦，转圈圈在 CD， 猜对啦，转圈圈。好，这边接一个都应该死了啦，这应该死了。等一下接一个转圈圈，在神龙死了，做坏角色做坏了。哎、欸，魔王一直领先呢，有点厉害。目前看起来是魔王猜对比较多啦，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好，这次魔王选择挡了，没有用超强五 N 了，啊，角落完蛋，好，石挂这边都不偷了，哦，这个对策做得好，石挂这边都不偷气功了，因为九成会被打掉，完了，哎、欸，没事，偷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魔王的打气功真的太强了，真的太强了。像那个刚刚那个距离，基塔就没办法阻止了，只能让他发，因为那个终身的也摸不到，菲利就可以来一个二 U 在后闪，太强了。有了，猜对绝招，差一点点血，差一点点血。如果弹得到角落的话，就赢了。哎，角落赢了，哎，打到一下，啊啊，被凹了，谁死了？死了，
迟早会被凹一次这样的啦，打长牌一定会被凹一次这种的。哎、欸，还没哦，运气不错，凹。哦，魔王这边选对啦，魔王这边选对了，凹凹。哎呀，我就知道还要劈柴，我就知道还要劈柴，因为魔王也没血啦。Believe in victory. Battle one. Engage.因为他没血啦、啊，都没血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二 H 去劈柴的。再看到二 H 就用神龙就稳了。动动动动动动，气功。哎、欸、啊，这边闪早了，可惜。不过还好他没东西，这边只能用一个安全跳而已。嗯，这张感觉角落了，应该没救了。基地又好了。哎、欸，难说，难说。到场中还有机会，不要小看菲利啊！死了，被偷到，被偷到！哇，魔王一直维持在领先的地位啊！不过现在还早啊，现在还早啊！这种抢三十都是在二十几场，人家可能会一次连赢十场都有可能啊！突然抓到一个对手的那个节奏，可能就会连胜的。在双方都是高手的情况下，有时候真的是一个亏的问题。因为你们要互拆嘛，你们的方舟权杖都是互拆的，有时候一个亏。好，好，这边应该是去了角落蓝斯。哎、欸，魔王刚居然没有对空，啊，死了，死了。嗯，刚魔王那个也没对空，差蛮多的。刚要对空，刚刚那个跳的蛮甜的说。嗯，其实这游戏抢三十还好，没有到那么累。我那时候也想说会很累，我一开始跟他打抢二十而已，但是其实没有很累。其实抢三十还可以，抢五十会比较累一点，抢三十其实还好，就集中力是可以的。啊，完了！好，这边选对，魔王的凹真的是被防，凹中率有八成多啊。好，这边双方在立回的话，他要等他的，但是要等他的六六 H 才可以。完了，糟糕，角落又进攻，运气不错，他直跳了。哎、欸，魔王怎么落地没挡？好，这边选择，因为换边的他只能选择接绝招了。那如果没换边的话比较惨啊，换边还好一点，被带绝招比那个折好一点。好，这边魔王各位单发绝招了，绝招。好，这边拉到就赢了，拉到就赢了。哎，选错了，魔王选防凹，魔王选后走，刚应该选二 L 才对啊。对，二 L 也不怕他的那个啊，死了。哎呀，刚魔王选到二 L 选对就赢了说，说刚点到二 L 可以换边呼啦圈绝招的，可惜，可惜，因为打蓝斯用二 L 压是菲利是一定没风险的，二 L 看他飞起来就闪就好了。可惜啊，刚不知道会选后走，因为打蓝斯不太需要后走的。打蓝斯只有选择二 L 跟延迟，跟延迟这两种而已，还有 JL 啊，基本上就是这几种在配而已。但二 L 是绝对安全，二 L 是100%的，那有点可惜啊。哎，二 A 没摸到，刚刚那个超低声，结果持续不够久，角落了可能会危险哦。嗯，史挂的长盘集中力真的还是很稳。哎，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。啊，这边又选错了！哎呀，这边又选错了。这一楼的话都会有被蓝斯22H， 然后被打的风险。这一楼风险是稍微高一点的，这边可以单发确认绝招，不过不会死。有了，集齐折强折，啊，被猜对了，有了，赢了。嗯，你看这个五 H， 这五 H 硬直真的有够短的，这五 H 硬直真的有够短的。他猜到人家要压，然后用二 H 去躲，然后他五 H 已经收招在五 H 了，这已经是第八次了吧？这五 H 的硬直真的有够短的短。好，这边丢鸡鸡二 N 五 N， 好啊，有了，神龙，咚咚，丢个鸡鸡啊，然后这边二 N， 好五 H 可以，好这边再拉到就有了。好，这边稳一点就好了。运气不错，裸 U 居然还可以打到人一下下。啊，这边被偷到了，运气不错。好，这个神龙碧血啊，神龙碧血，如果打三角跳的话，有了。嗯，
魔王在奥神龙这方面是运气不错的，魔王在奥神龙这方面的运气真的是还是有八成的。目前打了快20场了，神龙凹到已经大概800多次了，只被防到两次啊，太强了！看守大哥大，好，这个二 U 直接打，哎呀，没事。有没有？你看这个神龙随便凹随便中啊！我想防守就出神龙就可以中了，太神啦！这个看守太神啦！好，这边是过，哎，偷到了，不过还好。哇，漂亮！这边一个想偷啊，石挂想偷被5N。啊，石挂这边不敢第二时间，哎呀，他改成第三时间啦，他改成第三时间啦，气功折到就赢了。啊，这边石挂选择稳啊，知道我也被骗很多次，没血的时候知道这太强了啊。蓝是这个骗解，所以原地跳回去，这个是强到爆炸的东西，因为蓝色的跳也是两段。就你被骗到也是，你居然没被骗到解摔，你只要没被骗到空也是会被折，这个真的太强了，这个我也被骗了很多次，那没血一定会按的啦，没血一定会按的，真没办法。好，这边连续摔，石挂改了进攻方式，好，想退康了，石挂想退康，哦，漂亮，这插合，可惜刚用一刚用 H 的就拉到了，有点可惜，啊，超强二 U。这边石挂差不多，哎，拉回来折到就赢了，折到就赢了，哎，没事，还用2L没事，哎耶，还好是按2L啊，刚如果是按 JL 的话，魔王就去了，魔王就会剩下大概300滴血吧，运气不错，有没有？觉得折蓝是用2L是绝对安全的，只有被防住而已，不会被打，所以如果你要保安全的话，就丢几折，就是丢2L就对了，漂亮的延迟点，折。好，这边第二时间啊，你看这边他那个石挂这边改的防守后来比较偏这个是2 H， 然后持 U， 这样子的话他的集齐要折到人就按久一点，就一般来说也不会按那么久啦，所以他这个方法就没办法，只能他如果选到就只能给他了。好，这边拉距离还好，这边就是稳稳的按就好了，真龙哎衰。蓝丝劈柴有时候森龙会有时候森龙会这样错边，这个是比较衰的情况啦，大概有 30% 左右会发生这种情况，这个算是衰的。好，哎，漂亮，后手这边折到就赢了，哎，怎么不拉回来，怎么用，哎呀，刚刚用 H 级级的，哎呀，其实 H 级级比较近啊，比较能强迫他猜说。好，这边魔王又要有气了，又要用魔王魔血招了，要魔王魔血招了，哎耶，阿三空叉运气不错，这运气不错，他应该这个空叉只是想要吓对手而已啊，8-12了，有点厉害。魔王的真的看守太强了啊，看守真的太强了，连石挂都扛不住，我就说不要给魔王这种人，就是这么强的角色，这么强的角色还是给人家一直猜的，一直猜对的，哪有人这样子的、啊？就一直猜，你看又要猜啦，又猜对了，你看他受不了这个人，哎呀，受不了！这看守大哥大，石挂不行啊，石挂应该把椅子往后拉一点啊，不然一直被看守啊，这个没办法。看起来我们又要按照惯例要帮对手加油了，不行啊，魔王这个每次把人家打到弃坑。看起来我们晚一点又按照惯例要帮石挂加油了。目前是都是，其实后来差不多是5波了。魔王是一开始赢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后面几乎都是你赢一场我一场，你赢一场我一场的感觉。目前胜负可能会在20场左右才会开始比较有那个、喔，比较有一面倒的情况了。我看目前都是双方5波的情况，就是双方还没有一边是连续猜对的情况。哎呀，怎么起身出那个嘞？哎、欸，魔王放了这个白痴枪，魔王这个白痴枪，对他离他一个人身，他就按着摔了。啊，对，怎么自己荡到角落去啊？啊，这边又荡，哎、欸，知道原来是骗人战术啊，自己晃到角落去再晃出来，有点厉害。哎呀，这个太强了，完了角落了，动动动，好。
好，这边选择直接带完，应该是去了。这个血量应该是去了。好，这边，喂、欸，哎呀，应该往角落摔的，应该往角落摔的，还可以强折一下。Win 啊，有了，这个招已经被打了八次了，有了绝招，绝招。角落有没有？哎耶，哎耶，这就是菲利啊，有点厉害。你看，场中打一个可以打半条，只有谁？只有菲利可以啊。场中打一个打半条啊，受不了这个角色，还跟我说这个菲利不强。场中能打半条的只有他啦，葛兰卡姐都还要角落才可以啊，没有人比菲利还强啦。场中的王者。场中的王者菲利折到 50% 打半条啊，跟那个一样啊，蓝斯也差不多，蓝斯劈才劈到也打半条，哈哈哈，做坏五燕推，五燕推，五燕推，推到角落、啊、漂亮。他这边抓到还要那个空 H 抓，空 H 抓解摔了。魔王的对策改得很快呢，刚被打一次空 H， 后面就直接用空摔了、欸、真的是看守大哥大，又被抓到啦。石挂这边也没有66 H 了，他这边要想要追了，完了，角落太多就死了，啊死了，66 H 绝招，好像有没有机会差一点点啊？好像有机会哦，差一点点而已哦。苦力木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啊没了，啊这没办法了，其实这没办法了，因为他后面也会用那个214魔血，他会快速模式下，然后就剩一滴血了，这个其实没办法。嗯，这其实没办法。刚才的情况下就是选择什么时候凹而已啊，那个就没办法。机器打，有啦，拉到啦，机器爆炸，折到就赢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然后放这个枪啊，赢了，折到就赢了。在二 H 就会吃绝招啦，在二 H 就会吃绝招啦。后闪，哎、欸，没有后闪，好，这边挡得好。啊，这边没事，他没有气功，没有气功就没办法强者。这边没事，还可以再被动一次。哎、欸，还没事，还可以再被动一次。啊，不行了，不然没血了，死了。还想说没事没事，然后后来就死掉了。蓝斯做坏啦，蓝斯做坏啦。刚刚只有在最后一下是强者而已啊，最后一下他气功才完，就那就没办法，那就没办法。在不是强者的情况下连续错两次，那然后第三次人家有强者的机会了，就认命吧，这就要认命了。好，石挂这边啊、哦、又来了，石挂这边完全不死心的、欸、都是用那个人家在摔的点，然后他用 22H， 然后他觉得 5H 空阵，然后就 5H 对空。石挂应该要拼一个就是摔的点，然后拼劈柴才对，但是他刚也是这样拼，然后一直被挡住啦，所以其实也难说，也难说。但石挂拼劈柴是明显的变少很多了，他开初期跟中期都配蛮多的，现在配的很少了。好，这边延迟点，这边角落还是有机会的、啊、菲利拉到一次就哎，果然劈柴了啊。菲利因为那个魔王都是五 H 空阵之后会按五 N 啊，这个应该就没办法啦，就算有什么完美时间点，应该在这边也没办法啦，因为五 H 空阵之后，他那个就时间点是刚刚好，你没办法再确认了，应该也没有所谓的那个完美时间点了。我刚讲说石挂可能会拼这个了，这果然就拼了，那就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漂亮空对空。起身数点，换边，哎哎，折到了，运气不错。神龙有啦，哎、欸，刚应该二 N 啊，刚应该二 N 拉边的，可惜啊，有了，死了。他刚那个位置就一定要六六 H 过来的位置了，刚应该二 N 拉边的啊，不过还好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我的三傻刚还把魔王干掉了，你傻傻的。对空啊，哎喂，他没有按的狙啊，其实那个不是被确反，他那个不是被确反，后闪找啦，后闪找啦，漂亮。好，这边稳着，哎、欸，有了二 N， 二 N 超低一声躲六六 H，
哇靠，他怎么2H 的硬直也那么少啊？好，这边选择用防守的后闪，哎，漂亮绝招。不过这边不会死啊，这边不会死。转圈圈神龙，差一点点，再一下，哎，不能再接哦。神龙，哎呀，刚刚那个角度可以神龙说，那哎呦，选对了，好险。还有奥了吗？啊，漂亮，直接过去摔。哎呦，运气不错。刚刚那个角度是神龙，他一定躲不掉那个角度的。可惜，好险啊，好险，应该说好险。哎，刚刚那个斜斜的角度，神龙是100%中，他悠不掉的，吓死我了！刚刚那个猜错就死了，他刚那个魔王挡对了，运气真的是不错啊。后闪神龙，哎耶，选对了。我刚才想到差不多该后闪了，哎，刚刚拉边的啊，不过太高了，可能太高了，不好拉。哎，相杀出二 N 有点厉害，漂亮，又猜到了。魔王的猜对率真的高哎、欸，看守大哥大哎、欸，那我跟他打一定很生气啊，那我什么都猜错。他平常练习的时候都不看守，比赛的时候都一直看守，那很过分，这个人，真的过分。哎哎，五 N 空阵，这没办法啦。直挂就是这个，刚刚这个直挂其实这个是拼的、啊，他就是拼他会按东西啊，拼他会按二 N 五 N 五 H 的，那个就没办法，刚好被他拼到，这刚好被他拼到。啊，完了，又是来了，蓝斯的二 N， 蓝斯的五 N 二一是刚连续被这样推角落，哎，可惜这个有点衰，第二下换边了啊，这边也被拖到了，不过魔王被打那个上下段的次数也蛮少的、欸。奇怪，这么好看的吗？这倒很难看说。到底可以凹到几次啊？太夸张了吧！打了现在20几场，他只被防到2次凹、欸，哎，太夸张了吧！哎耶，还好没事。这边他的没办法强折，这边他的66H 跟他的啊完了，绝招死了，这死了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差一点呢？应该没有吧。啊，没有了，太夸张了！那个凹怎么可以一直中的？太夸张了！我是说，不能给魔王这种人用凹嘛，这给他凹，这好不容易进去了又被凹出来，不能给他凹的。菲利森龙改那么烂的，还可以这样只被防到2次，太夸张了！哎、欸，完了，劈柴劈半条，咚咚咚咚咚咚。西马达，不过这边开场都要拼一下了，这样应该是赢的啦。劈到半条了，还不给他，死了。66H 绝招，啊，这样没办法，被他拼到了，因为他落后，他必须打得激进一点，目前的胜场都维持在大概3到5场之间呢、啊，还没办法把比数拉开啊。到后面，如果他抓到了一个节奏，完了，有没有抓到了一个节奏的话，可能就会有连胜的情况啊。对，这边都还不能掉以轻心啊。好，这边选择后代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就是如果你要抓他那个22H 持 U 的话，你的机器必须要拉晚一点，必须要按晚一点再放啊。这边魔王就是猜他会持 U 哦，所以他这边选择按一下，然后放久一点，然后再后代。这个其实操作难度稍微有一点的。啊，魔王打了大概20场才第一次改用这个东西啊。斯瓜这边应该会后面会比较麻烦。好，这边啊，漂亮，残虐有了，死了。哎、欸，啊，鞭子在 CD 啊，我想说怎么不拉鞭就好了。好了，哎、欸，白痴，哎呦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这边选择没事，他的在 CD。啊，神龙在，哎、啊，完了，死了，哎、欸，他放枪，石挂放枪，运气不错，刚原本石挂赢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原本石挂赢了，他出到66L 啦，运气很好啊，刚刚石挂猜到他可能会用 JL， 还用空防。刚刚实话，角落连续拆到2次啊，然后他运气不好。一
啊，这边又来了，好、啊，魔王这边防了、啊，因为刚有被石挂劈才劈比较多次了，啊，魔王这边是五 H 空阵之后不敢用五 N 了，越怕又被劈才，这个灯要拿下来啊，这灯拿下来的话就，一样是五场的优势，哎、欸，哇，不过太远，哎、欸，刚可以升龙说，啊，这边这个距离可能会六 H 啊，这边就二 N 抓就好了，哎、欸，有点衰。二 N 抓就好了，角落了有点衰。好，这边选的好。好，这边选延迟。好，这边选择都不动，怕他凹，怕他凹。这边魔王也算是沉得住气。这边会折、哦，得到就死了。上面还下面？哦，这边选择在地面哦。哦，哇，真的是很稳哦。逃得好，这边单发确认就赢了。二 N 单发确认绝招，魔王拿手的。啊，这边二位单发绝招啊，这个角色做坏了。哎哎哎哎，这边要归了吧？哎、欸，没了。哎、欸，有哦，哇，菲利真好快哦。我以为他落地了说，那石挂运气不好，石挂运气不好。我以为会被挡住说。刚其实石挂领先，对不对？因为剩十秒了，刚其实领先，他就归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冲过来。刚石挂其实判断错误啊，因为他血刚领先大概1000多滴吧，他其实丢个气功，然后就后退就好了。因为菲利就要来过来追，菲利一定要过来追他，不然菲利没办法磨血。嗯，石挂刚刚这边有点判断错误啊，刚刚要拖时间的啊，角落了，都啊，这边会折哦，这边猜错的话，我看一下，猜错还不会死。猜错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猜错就死了。欸、石挂在这个对局，他比较少用那个气、欸、功之后跳折，他都在地面，因为他想抓魔王的四 G， 他想抓魔王的四 G 啊。魔王后面他的四 G， 他有配几乎都中，然后他不动的时候就没人会四 G， 看手，一定是看手的。完了，哇，这确认好哎、欸。目前领先五场啊，不过还行。真的，完了，又是214推角落战法，这边找机会跳出去，有了，急了啊，换边，哎耶，行啊，角落的时候这个就没办法用了，这个就躲不掉了。来，再打一下，哎耶，二 N 拉边拉到就50%，哎没有，这边再跳就吃绝招啦。这边还好没有角落啊，角落了，挡对了，哎，魔王挡这个真的有点强哎，怎么可以一直挡到啊？这个很难挡说，哎，没有空他出去，刚刚空他出去的，没事，按二 L 没事，转圈圈。啊，这边石挂要拼了啊！石挂又要拼二 U 拼66 H 啦，还有拼劈柴啦，这边他一定会拼的，什么266 H 啦，这边稳稳的按就好了。哎耶，这边稳稳的按就好了。他血量落后就一定要拼的。嗯，哎、欸，可惜没有拉，刚没有确认拉一下。对空，漂亮。好，这边要66 H 了吗？有6H 了吗？这个距离啊，二 U， 哇，猜错了，哦，没有气功还好，哎、欸，漂亮，啊，这跳起来，这个反应有够快的，你知道刚刚他是跳起来，看到他在空中才按摔的，你知道吗？太夸张了，这边猜错就死了，看一下魔王是怎么猜的，哇，太夸张了吧，这看手哎、欸，啊，死了，死过来一定很干。石挂一定很干，这又看手了，太夸张了吧？怎么可以一直猜到啊？这石挂刚是延迟跳，然后魔王看到在，魔王就是没动，然后看到在空摔的，太夸张了！我要帮石挂加油了。ZJZ 受害者协会又多了一个成员了。哎，这个对空太慢了，他一定很干，他怎么可能？都猜错，
DJD 受害者协会加一，太夸张了，因为那个东西是强拆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可能一直拆到？怎么可能一直拆到？这魔到底怎么做的？怎么做的？怎么可能这样一直拆到嘞？真的夸张！对空，哎，居然没对空，居然是用转圈圈。库里姆，好，这边哎，数点折到就赢了，折到就赢了，折到要赢了。哎耶，转圈圈升龙。哎啊，差一滴，差一滴啊，差一滴，差一滴。哎耶，哎，没血了，没血了，拉他。哎，没血了，哎熬了，这个没血了，这个没血了，没办法。哎，刚拉不是联防吗？刚就是 T 七三下拉。哎，拉好像不是联防。哎，我记得拉是联防吗？有点忘了。我知道转圈圈是联防啦，那拉我有点忘记了。那如果刚是联防的话，刚就 T 七三下，然后按拉就赢了，说。哎，刚没血了。不过刚运哎。哎，没事啊，角落比较麻烦，完了气功没有。哎，没事，维持空阵都不会被打的，这个角色真的是，维持空阵怎么不会被打嘞？就正常角色，你在蓝斯，你按维持蓝斯是222的上去的时候，正常角色都会落地被打，你知道吗？这菲利不会被打，太夸张了，角色第二强，第二强角色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啊，哎。按慢了，刚其实他可以比那个蓝斯再早一点按的，就他五 N 空阵之后，他其实可以落地按五 L 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你要确认到有没有打到。嗯，还有机会啊，菲利有气就有机会，不过这个血量没办法一次死，要再摔一次之类的。哎、欸，漂亮，不过这边没办法了，因为太远了，他不能用那个，走到面前按五 H 打康，太夸张了。散步啊，散步围局打康，这边没办法折啦，这边有点可惜。我在想，刚刚是不是拉边比较好？其实刚可能拉边，然后折到就赢了这样。哎，有了，太夸张了！哇，比数来到10-17啦，比数来到10-17啦，差距有点大，差距有点大，有点猛哎、欸，有点猛哎、欸。不是，他怎么可以在比赛的时候都连续这样猜到啊？就你看他练习的时候，他绝对成功率是，就是他猜到率是没有那么夸张的。他每次比赛的时候都可以这样连续猜到，怎么可能啊？这个人一定是开外挂、啊，怎么可能？因为这个是猜的啊。他目前为止，就是进攻跟防守猜到的几率大约是80%左右啊。就squad打我，大概也是他那时候那一天也是状况特别好，也是猜到70-80%，然后今天是魔王猜到80%，然后持续都一直没有落后啊，就一直80%。哎，完了，绝招，真不会死啊，真不会死。好，我们要去跟squad说，我们这边有个 ZJD 受害者协会，你要不要加入？好，这边没事。好，这边又想要过去5 H 打康啊。这边squad如果22 H 上去的话，哎、欸。啊！魔王魔血士，魔王魔血士，好，这边二 N 回去，好，这边选择挡完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太凹了，太凹了，太凹了！啊，这是魔王第三次被防凹啊，打了已经快30场了，这才第三次被防到凹啊，已经中了900多次啦。上次我打石怪也是猜错啊，他现在懂我的心情啊，怎么可能一直被猜到？他妈的看手啊！现在你也被看啊，舒服。论看手界，还没有人比魔王厉害啊！啊，完了，咚咚咚，气功啊，气功会满，这边猜错就猜错就猜错就死了。啊，这边魔石怪这边都选择比较安定的压法，都选择在地面压而已啊。啊，没办法，他都选择比较安定的压法，因为魔王刚猜对的次数实在太多了，就是猜到他跳，然后他后闪次数实在太多了。嗯，不过目前还是有6场的优势啊，压力这边时光应该会很大。啊，升龙，哎耶，升龙就对了。
有了，拉回来，哎、欸，衰，吉吉爆完了，不然刚可以再打一下下说。好，这边 CD 都好啦，哎、欸，这边蓝是正的，气功。哦，漂亮，这边直接前闪升龙，漂亮。因为 Squaw 刚刚都已经很摆明的想要往角落压了，这边，哎呀，没事，没被打坑就没事，没被打坑就没事。好，这边残虐要先结束啊，不然 CD 回不来啊。挡对了，这边挡刚挡住可能就要死了。好，这边稳的，这边不要乱按哦，可能 Squaw 会凹哦，这边可能会凹，哎，有了，运气不错，自己跑来撞吉吉。啊，猜错了，不过这边没有强折就没事。哎、欸，又来了。嗯，糟糕，这猜错就死了。到底是哪边的？应该就是地面吧？啊，居然是跳了。啊，猜错了，死了。啊，这没办法，我就不相信魔王可以一直猜对。但他还是有八成左右的防守率，太厉害了。我就不相信每周可以猜对，还是他想说啊，看手太明显了，偶尔要被打一下，比较不会被怀疑，有没有可能？他是故意放那两层的，放那两层的失误率，有没有？就是那种以前抄答案就不能完全抄一样，要故意错个几题，那种感觉。魔王做坏了，角落蓝斯很强哦。我死挂在地毁的时候没办法偷到气功，其实就差蛮多的。那魔王是不给他偷气功的，吃过到现在气功也才偷个大概不到五次吧，打了三十场扣不到五次。好，这边好，他也不在那个时间点用二 H 了，因为他二 H 可能就会被无限折，刚折到就赢了。哇，哎、欸，他这边拼了一个二 U， 啊，猜错了，不过还没有角落就没事，没有气功就没事。OK， 这边要想办法出来。哎、欸，要 JL 骗他，以为他想要让他以为是那个空叉出角落，其实是 JL。这边要小心被凹啊，这个血量蓝斯有可能会凹的，蓝斯有可能会凹的啊。这边开残虐也蛮聪明的，死了。嗯，残虐做坏了，菲利怎么可以有两个绝招嘞？我觉得菲利应该只能有一个啊。然后那个发展还要慢一点呢、啊，还要往下射啊，不能往上射啊。Believe in victory.Battle one, engage. 啊，目前胜场又来到七场了、啊，不过、啊、这边压力大大的、啊。海林会想说啊，开外诺菲利万穆利德斯，哎，神龙啊，可惜啊，神龙在 CD 啊，万刚那个角度是可以神龙，来、啊、被偷到了，因为偷到他怎么都防得住啊，怎么可能啊？没那么好防的，到底是怎么看的啊？欸、对空，哎、欸，可惜这有点衰。好，这边啊、又劈，死了。有啊，这个怎么可能一直选到啊？到底为什么啊？刚前面都是他五 H 空正，他五 H 的时候被二 H 躲的时候，魔王对岸五 H 对他空，然后死过来就拼了，拼劈柴，怎么可能啊？他一定想说怎么可能？我劈柴的时候你就挡住我不劈柴的时候你就打我，啊！我上次打他也是这种感觉，我打的时候他都劈柴，我不打的时候他都按啊！上次石挂打我就是这种感觉，交换了吧？这边有个更会看手的、啊，交换了啊！咚咚咚咚，哎、欸！好，这边要恶意是推角落了吗？恶意是推角落战法，不过魔王可以荡秋千跟空叉出来，运气不错，猜到可以打半条，赢了，还没，绝招吗？哎、欸，好、哦，还要接这个，咚咚，打一下 ，OK， 好，这边就稳一点了，有了，哇，胜场来到八场了，胜场来到八场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还想说魔王疏于训练，那更嘲讽你知道吗？就实话每天认真练习，魔王在前年还在玩豆豆人，魔王前年还在玩豆豆人，然后说哎我没什么练啊，我没什么练啊，糟糕了要被打爆了，然后现在把人家打爆，那很嘲讽哎、欸、这个人真的很过分，不是没有练你知道吗？他没有练你知道吗？
颠倒啦，颠倒啦，还要帮我报仇啦。他在控制比数啊，你打优柔20-11，我也要打你20-11啊。哎，按错，按错，按错。哎，啊，没事没事啊，意外意外，不小心按到暂停了。意外意外。哎耶，第二时间速点被打了啊 ,OK。有没有帮我20-11报仇一下，让他体验到这个差九场的差距啊。哦，神话这边越打越保守了，这边都不动了。好，这边都不动了，神话越来越保守了。动动，场中没事，场中没事。这二 U 太强了，这二 U 太强了。好，后闪，哎哎，可惜刚这个慢了一点点。转圈圈打，剩一点点血，没事。这个他把这个凹完的话就很难赢了，他把这个绝招凹出来的话，蓝斯就很难追了。这样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猜对了。转圈圈，啊，这边用 U 魔血，感觉又可以用魔王式魔血了。这个血这个气条用魔王式魔血了，没事啊。哎呀，我操！怎么可以一直凹到啊？被防，刚刚被防凹几次？三次还是4次而已嘛？凹了1000多次啊，被防凹4次啊！完了，好了，只挂20-11，让体验到我上次的痛苦啊！啊，魔王不错啊，帮我报仇，还帮我打了一个跟上次比数一样的，不错不错，这控制比数控制的很好啊，控制的很好啊，折哦。啊，魔王在面前走来走去，在五 H， 石瓜都不敢动了，石瓜不敢动了，不敢二二了，是啊。哒哒哒哒哒，哎，可惜没有弹到墙，刚弹到墙就赢了。他在二二上去就会吃神龙了，神龙。啊，这边就是二 N。哎，刚走没有神龙，有了。啊，这都偷不到，你看。乱凹了，20-11，跟我上次的比数一样，好，不错，帮我报仇了，很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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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稳很稳。来，他刚那个打到这不行哎、欸，我上次也这种感觉，怎么出怎么错，怎么出怎么错。我是他的三游戏啦啊，我等一下去跟他讲啊，我们这边有个 ZJD 受害者协会。这个太夸张了！你看，连续猜对，他刚连续猜对2次，他角落要打用跳回去打解摔，魔王看到直接空摔。哎、欸，这很难呢、欸，那个超难的，就是你要有预先，反正你就先不能解摔是一点嘛，那你要预先觉得他要那个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哇，转圈圈绝招，好，这边先绝招再转圈圈比较痛一点，转圈圈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太夸张了，啊！日本魔杀队要成立了，啊！这边选择往后退，啊！这边 JL 还可以再抽2次，还要再抽2次，哎、欸，凹了，哈哈，开始啊！落后的乱凹，落后的乱凹，哎呀，我凹1000多次都中，你怎么防得赢？怎么打得赢我？受不了，怎么可能凹1000只都中啊？太夸张了吧！不是，怎么可能神龙一直凹一直中啊？太夸张了，我真的受不了啊！我是死挂，我一定受不了。说怎么可能一直防到？怎么可能一直没防到啊？这看手真的太过分了，这我一定要帮死挂加油了！我要帮死挂加油，我们是 ZJD 受害者协会。啊，这边。这边假装要荡秋圈，结果是跳 L， 假装是荡秋圈，哇，完了！这边要用 ZJD 魔血招吗？应该没有啦，血量那么多，应该是不会。咚咚咚咚咚，气功
这边折到啊，这边还可以被折两次，怎么防得住啊？怎么防得住的啊？好，这边要 DJD 魔血招了吗？还没。转圈圈，差不多了，再被转个两次圈圈，差不多就要魔血了啊！磨了，开始要磨了。机器，啊，远远的啊，没了，这个灯没了，转圈圈，好了，远远丢机器，然后 DJD 魔血招，哎、欸，哎呀，我仿佛看到了我熟悉的画面。看到了大家打魔王的那个概念，不知道干嘛了，只好随便乱出招了，那种绝望感。这个没办法了，你看最后已经什么招都在乱出了，什么招都在乱出了，太过分了，人家是世界最强蓝智，被打得跟狗一样，然后还没有什么练，重点是他没有什么练，你知道吗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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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啊哇！这边怎么挡队的啊？跳 N 二 L， 跟那个跳 H 两段，太夸张了！这个防守法真的是几乎只有外挂才能比得上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啊，这单发确认，不过不会进动画吧？啊，进了，但是不能压，所以还好，不能压，所以还好。那这个真的有点夸张，不能压，不过。魔王应该不成问题啊！哎，这边选错了，终于选错了！啊，刚正常的话，吃瓜都是射个气功，然后就前跳，然后被魔王前闪升龙吃掉。啊，这一次他错了八次之后，终于中了一次了。哎，这个超低声时间不对，气功。啊，这边气功，哇，这个距离，菲利完全不怕哎、欸，只要他的气功不是压起身的话，就不怕哎、欸。就那个距离，菲利可以直接二 U， 然后可以或闪或者是那个被打也不会怎么样。好，角落的话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哎、欸，没有血好可惜。刚才不知道不会血，哇，机器折到就赢了啊！选错了，可惜。胜，哎、欸。可惜他五 N， 他五 N 有出哎、欸，哎呀，可惜刚如果五 N 打到的话，就是打然后二 H 拉回来折到就赢了，有点可惜。差距回到个位数啦，差距差到十位数的时候，真的是有点绝望啊。哎、欸，石挂居然没有用三连击，他刚刚想要等那个六六 H 的 CD 好啊，他想要偷打的啊，这边选择用跳 U 的赌他是普通的几级，这个血量菲利不怕，菲利反正打到一次就50%了啊，这个血量菲利现在没有拉，就是他一个好机会，转圈圈死了，哎、欸，好险，这个血量还不行。这血量菲利还没办法折一次就死了啊，被猜中了啊，勇气数点被点了，哦，回到个位数之后感觉要开始咯，感觉好像要开始咯，回到个位数之后我再追的感觉咯，人不能掉以轻心啊，像这种长板呢、啊、都是二十盘之后才开始的，他可能会开始做一些因为在落后的情况下，他可能会开始做一些比较拼的选择，或者逆向思考做一些比较不拼的选择，也是都有可能的。就是你要选啊，要猜一边。好，目前这边选择是相对稳定的，他目前选择是相对稳定的。好，这边应该是很稳的，他这边应该是很稳，都不会乱动了。折，哎，折到了，球，这边转圈圈，哎，转错了吧，刚应该是要转圈圈才对啊，他怎么接到升龙去了？哎，这个刚选连段选择错了，刚应该要转圈圈才对，
连段选错了，怎么会接到一夜食神龙去嘞？这个有点不应该啊，有点不应该。完了，角落了，哎、欸，这个大意会输哎、欸，这大意会输哎、欸，大意会输的。魔王是不是累了？九点半应该没有到就寝时间啊，魔王是不是有点累了？大意会输啊，哥哥。OK， 这个猜对了，后闪升龙，这猜对了。好的，这个血量飞力还是有机会的、啊，拉到了，运气不错。啊，这边凹了，没事。用二 L 的话就没事，二 L 就不怕凹了。哎，啊，可惜，刚如果再前进半步的话就抓到了，可惜。好，这边的话是蓝斯压力在蓝斯这边啊，他要66H 过来了吗？要66H 过来了吗？蓝斯这边很有压力啊，蓝斯要66H 了吗？哎呦，被二 N 阻止 ,66H! 哎耶，还敢 66H 啊，一定要被抓的啊，那个超低声太好用了，那超低声太好用了，就是他很衰的会被，就是他持续没打到他，然后被 66H 打到的机会是相对小的，相对小的，跟其他角色的超低声比起来。好，这边开始蓝斯的快乐角落者，哎，快乐角落者，猜错就还有一次，啊，猜错了还有一次，又得去，咚咚咚，哎，这边选择直接带哦，其实可以再折一次说，不过他想要稳一点吧，他想要稳一点，刚其实可以再用一次那个打打，然后再 ES， 然后再用那个折的，啊，这边选择直接拼完，他想要打保守一点啊，然后打到剩一点点血，然后用磨的把人家磨死，这个就是少一点点。好，这边，Squaw 开始打我 Squaw 落后的时候，他打的是相对保守的感觉，他打的是相对保守，而且比较没有那么乱拼了。哎呀，这个是先读，这个是先读他拉边啊，这个就没办法，这个先读他拉边，选错了。Squaw 应该放枪，应该是要 L 连打的，变成66L 了。啊，猜错。啊。这个血量的话，菲利有点难追哦，有点难追哦，啊，死了，死了，没办法。没血的时候解衰压力会比较大一点。哎，开始在追嘞，开始在追嘞，不能大意啊。哦，感谢热狗订阅，快赢啊！很难说，很难说。刚刚我们差距差到十场啊。台湾要赢了吗？我们刚差距差到十场，但是现在被追到七场了，等于说已经被连追了三场了，被连追三场了，这个有点不妙啊。在长盘的比赛中，二三十场开始就可能会有连胜，我刚有讲过哈，二三十场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一方连胜的情况。这边一个大意会输哦，这边一个大意会输，像刚刚就是魔王在连胜嘛，现在换成要Squaw连胜了。啊，在长盘的比赛的时候，往往都是这个样子啊。只要你们实力是差不多的情况下，就是会有一方连胜，一方没连胜。因为有一方会，运气会比较好一点，他会连续猜到。因为你们在长盘，你们在切换的时候，你们总会有一个是，可能已经切换到切换比较慢的模式了，然后他就一直刚好正在模式一直打你，这样这种感觉。糟糕喽，糟糕喽。有时候就是刚好长盘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个区间是你刚好被那个模式克到。的感觉，现在就是直挂开始克人的时候了，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啊。所以我说长盘，你就算赢个十盘，也不能大意轻心啊。就是在二十胜场、二十场左右的时候，就是对方有可能会开始追了。抢三十的魔力就是这种东西啊，抢二十可能还没那么好追，抢三十的时候就会很难追了啊，就会很好，就会有机会会追了。好，这边要稳着打啦，看一下。对策要切换成什么样子啊？啊，完啦、啊！又被六六 H 偷到了，人不能大意啊，不能大意啊！被连追四场啦！好，这边延迟跳，哇，漂亮！五 H 延迟打康，这边折到就赢了，菲利的力量，五 H 哎，可以赢了，赢了，转圈圈升龙赢了，哎呀，哎呀，还敢二 H 啊！还敢22H 啊！啊，魔王这边反应也很快哈。啊，刚刚那边就是他只要一个顺，他只要一个22上去就死了。
啊，魔王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哈、哦，很稳很稳。啊，这边延迟，第二段抽中段。啊，这边 CDI 啊，这个有点衰，这是比较衰的情况，就二连超低声被六连 H 戳到啊，这个比较衰。不过不要紧啊，这个中了大概20次，只被戳了5次而已啊，所以倒是还好的。哎、欸，放枪了，他放枪了，他应该是要按 H 还是按 N 的，然后变成抓，完了，应该不会带吧？啊，这边选择直接带哦。他这边想要打稳啊，石化这边都选择要打稳了。好，这边他的那个魔鞋，哎、欸，漂亮，抓到了，猜到就赢了，猜到就赢了，赢了。哎呀，这就是菲利啊。石化刚刚不应该跳的，他那个跳级有点拼了，就是魔王比较不会，在魔王在有血的情况下，他是不会被那个原地跳 H 骗的、啊。像我就会被骗了，我在稍微有点血的时候，我就会被骗了。那魔王在就是一级圈的时候，就摔一级圈的时候才会可能被那个东西骗啊。所以石化这个跳 H 应该要少用了，石化那个跳 H 应该要少用了，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再用就好了。魔王真的不会被那套骗欸，那套其实真的很强欸，几乎不会被那套骗，就他被骗是一级圈，就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，除此之外的时候他都没被骗过，太夸张了。这除非打很熟的人才会，就是不才会有意识到不会要让自己防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边选择直接带哦，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早带说，不过还好啦，反正菲利其实折不折带不带都差不多。好，对，其实菲利带也没差、啊，反正就是带也是一样，就是折到一次就死掉，就是顶多是下一次折再带绝招，其实是伤害是一样的。好，这边还不会死哦，这边还不会死，稳了吗？稳了吗？这边还有没有机会再拖一点时间啊？这边选速点，这个是不行的啊，这没办法速点啊。这个5H是压起身的，刚刚如果再过一点时间的话，就可以用那个魔王绝招魔血，那个魔王绝招魔血技啊。哎、欸，运气啊！他刚没确认好第三下转圈圈，这边应该要跳出来了。魔王目前为止没有被第三下拖到过、欸，哎，但是他都有按回去过，太夸张了。好，这边被拖一个，完了。不过这边不会被那个，所以会安全跳而已。哦，他这边选择用这个，好漂亮。把蓝狮王角落打漂亮，这边阻止他的气功，这样应该这场稳了。绝招，这边会到蓝血啊，这边会到蓝血，转圈圈，哎、欸，哎，果然打不好，因为刚那个球后半段没打到，所以没办法接好，那也不会死啊。刚那个距离有点不好，所以 set 没有做完整，就那连段没有做完整，这样有点危险。哎、欸，漂亮。有没有？你看石挂想要用那个跳 H， 他想用跳 H 去骗魔王的血衰。目前为止，他的成功率哎，放枪了，赢了说。啊，这边没血了，这边他跳就升龙，漂亮，直接跑过去摔。就是目前石挂的成功率大概也只有20%而已啊。就是跳 H， 他真的应该要少用了。不过这个是当局者迷啊，这当局者迷啊。就在打的时候，你是自己很难去知道这个东西的，就应该有人提醒你说你不要再用跳 H 了，他才会自觉。啊，这个就没办法，就是我们说比赛有时候有军师在的话，是他可以提醒你一些东西的，因为有些人当局者迷啊，真的是没办法。你自己打的时候，你会突然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就是已经被对手说哎，这边会被折一个，走气功。猜错就哦，他是选地面的、哦。魔王后面都没有在角落用四狙过了，后面几乎死挂都是，大部分是70%左右在啊死了，70%左右在地面压了，因为他就是要猜他四狙，然后魔王在角落后面一次四狙都没有过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哦，差距又来到9场啦，差距又来到9场啦。哦，这边后闪的好啊！哇，怎么可能一直凹到啊？太夸张了，怎么可能一直凹到啊？打了40场了，只被防到4次凹，凹了1200多次了，怎么可能的？哦，这边又四狙了，这边又四狙了。他看我才说他
一次都没有四 G 过了，然后石国华一直在抓四 G， 然后他甚至就四 G 了，然后石国华没有抓到，这不是看守是什么？太夸张了！他石国华一定很干，他刚前面抓了20次四 G 都没抓到，就是不抓了不抓了，然后他就四 G 了，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，这打不到，这打不到，打背了，太夸张了吧？哎，你看，原来又来了，又想要跳回去了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跳回去是打不到的。魔王看到跳回去就直接空摔掉了，怎么可能啊？这个一定是绝望了。这个我是实话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刚他如果直接二 U 就赢了，刚二 U 就赢了，完了啊！刚被偷了一个气功，被偷了一个气功。没有，石怪有防凹，石怪有防凹，只在防凹的时候魔王都没凹，魔王都延迟点。啊，刚刚魔王被偷了一个气功啊，有点可惜。刚刚他是绝体绝命偷气功了，啊，这个五边错边了。好，这边应该要跳出来了吗？跳出来还是跳？哎，直接前跑出来。好，这边出来了，蓝斯抖抖的完了，咚咚，折。好，这边哎，他错了，他选到后后了，他应该弄错了，他应该是要四 G 之类的东西。哇，跑一大步 H。好，神龙。好，这边选择拉回来折哦。有了，哎呀，猜错了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，这边猜错了，这边猜错了。刚刚是用二尾楼的话，可能就有了。这边应该会那个，哇，又凹了。好，这边要六六 H 了吗？蓝斯要66H 了吗？蓝斯要66H 啊！这个没办法，这个他就是硬魔了，这个跟妙想一样啊，15-23。Believe in victory. Battle one, engage. 哦，死过啊，好像要开始要追的感觉喽！哇，又来一个，懂？啊，一二下。第二下抽中段，他没有第二时间22H 啊，咚咚，角落了，这边有点危险，这边要想办法出来，漂亮，又来了，又看守，啊，这边残虐折到了，哎，放枪，又折到了，又来了，残虐真的太强了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近距离抽中段下段强制二者都不用打到你了，一冲过来就强制二者了，残虐太强了。好，这边哇又凹到了，凹了1300多次了，漂亮啊！这边没办法，哇，二 N 超低声躲。好，这边 IP 啊，这边终于错了，不过没有被打到康，所以就不会有大伤害，就没事。只不过拼了一个就没有打到半条的回归，有点伤，有点伤。猜到就赢啦，二 N 啊，看啊，九个残虐可以，赢了。哎、欸，放枪了，漂亮 ，ZL 延迟 ZL。刚其实正常比较正常的套路是，刚是二 N 开残虐啊，不过他是前进一点5N开残虐，他怕第一时间被22吧，所以他前进了一点点之后才开5N残虐。嗯。好，这边要214推角落战法啦。好，好，好险！真龙哦，五 N 更好，5N更好，太夸张了，没被打坑都没事，又凹到了，怎么可能？菲利的凹应该要改成80伏才对，怎么可能一直凹到啊？菲利的凹应该要改成80伏的。哎，这边会被二 U 啊，会被二 U。啊，终于。只过啊，在40场的时候防到了第5次凹了，中了1300多次之后，终于防到第5次凹了，死了，绝招，差一点，防到了第5次凹了，值得纪念。这边菲利在拉到人啊，防到第6次凹了，恭喜防到第6次凹了，打了40场，防到了6次凹，太神啦，防到了6次。这两次防凹已经比前面30场防到的凹还要多了，哈，五 N， 再打一下，哎，这边又被拼到了，不过没有被拼到打康，其实他的劈才就没有那么大的用处，被劈到打康才是最痛的，哎呀，这边猜错了，这边被人家猜到还要跳出来了。
哇、哦，这边又挡对了。这边这个血量菲利是可以一级圈的哦，这个血量漂亮，这个插招绝招，哎呀哎呀，刚刚他2 H 绝招就赢了，说哎有了绝招，死了死了啊，魔王刚刚少了一个绝招抓2 H 啊，不过这边还是一个延迟点。太夸张了，不是怎么可以一直选到啊，一直选到，我这看手，这我是对手一定会看到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，怎么可以一直看手呢，哇又挡对了啊，五 M 慢了，五 M 慢了一点点，五 M 慢了一点点，好，这边选择用这个骗，哇对手也猜到还要骗了，这边可惜，这边要跳出去啊，拼了第五下了，第一次拼第五下啊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，这对空慢了，这对空慢了，这应该是不行的，这应该是不行的，因为他刚刚那个他刚2L 跳了用的比较早，所以他刚后闪之后他其实已经快落地了啊，这没办法了，这没办法了，刚刚那个四 G 之后有点慢了，有点慢了，16-23还是有8场的胜差哦，现在压力在 Squad 这边了。实况像这样，实况就是打的比较拼的打法了，有没有？就是他一开始落后了中期，应该说落后了前，应该说中期，对，他是打的比较保险的战法，然后连胜了三四场啊、哦，然后他刚这几场是打的比较冲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连那个劈柴都劈了第五，那个葵花都葵了第五下出来了，然后就一直劈柴，就是长盘就是会这样，就是他会切换一些模式啊，比较拼的跟比较不拼的模式，就是要选啊。啊，现在是选择比较拼的模式开始要赢了，所以这边魔王又要再切换成打比较保守的模式了。啊、长盘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不到最后是没办法赢的，因为对手不会傻傻的用同一个模式跟你打到最后，就是你还是要切换的，模式之间还是有一点互克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又猜对了，后闪升龙，这个又猜对了。好，这边此话感觉又要用比较保守的感觉了吗？好，这边又比较保守的感觉了。好，这边又偷了。这边没事啊。菲利这个真的太爽了，菲利这个二 U 真的太爽了。看到那个距离，蓝斯根本就偷不到气功。他偷到气功的次数跟防奥套的次数差不多，就大概五六次而已。已经打了四十几场了，只偷到五六次气功，是超级无敌少的次数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又凹了！这个血量的话，菲利打到就一级圈哦。菲利最好再打到一下之后再折，哎，死了！拼了，有没有？好，目前还是比较拼的模式啊，目前还是比较拼的模式。啊，目前这三四场都是比较拼的模式哈、啊，就拼那些葵花，拼一些劈柴什么的。啊，在落后的时候就是要猜一下啦，对手到底是要拼还是不拼呢？好，这边魔王选错了，选后他想要躲那个，他想要躲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劈柴。不过后好像不是很好哎、欸，其实应该前好一点，前会好一点。前的话其实更稳啊，就是你用二 L 附带前啊，我忘记跟魔王忘记教这个了哈，就是你丢吉吉，然后二 L 附带前，就是他上去的话，他劈柴是劈不到你的。啊，应该我忘记教他这个了啊，不过看起来不用这个也行啊，看起来不用这个也行啊。就最完美的话是二 L 附带前啊，二 L 附带前去用那个折人的时候是最安全的，就完全不用怕他劈柴。不过其实本来就不用怕了哈，如果你是二 L 看到他上去，你可以选后闪，但是前的话就不用后闪了，就没啥。哎，有了，折到就赢了。好，这边魔王绝招魔血士啊，魔王绝招魔血士，这边五 N 二 N 啊又来了。魔王绝招魔血士又成功啦，哇，胜差又来到九场了，感觉被打爆哎、欸！我的天啊，你知道这个比数，你知道这比数怎么样吗？这比数跟杰巴打魔王差不多的比数，所以杰巴跟石瓜差不多强。杰巴打魔王也差不多是这个比数啊，太夸张了吧！哇，这边有一个延迟点又点到了。就你看魔王的防守，他是凹跟延迟点就是配得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说他没有防凹吗？他有，但是他会被延迟点，他会被延迟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防凹一下会被延迟点啊。
就魔王这个比例配的实在太好玩了。欸，放枪了，真放枪了，刚应该好，这边猜到就赢了。好，凹了，只怪那个凹也很不明智啊，因为那个凹其实非利用二 L 的话也是会防住。欸，好，他在 CD 完了，机器折折到就赢了，折错了，残虐中断没有，这边要出去。好，这边残虐要进攻吗？残虐要进啊？没有啊，可惜刚魔王选错了，刚如果魔王选二 L 的话其实就赢了，因为二 L 可以防到他那个凹绝招。我记得杰巴打魔王是30-19左右吧，我印象中差不多要平记录啦。啊，还没有平记录啊，应该说还没有平记录啊。我欸，没到角落就没事。欸，运气不好，没到角落就没事，其实就算了。哇，这边跑过去摔丢吉吉，折到打半条，有了，打半条转圈圈升龙还是死掉啦。哦，没有，果然没有打半条。好，这边就是2N2N。哎，有了那个石挂机了。不过这个血量的话他一定是要拼66H的吧，所以魔王就站在66H的射程之外。做坏啦，所以就知道啦。什么那些什么上木线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因为魔王没有去日本比赛啊，魔王去日本比赛只要妥妥的啦。有了，好，这边又来一个对空，果然是挂那个，就是他用二 H 很像在折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很像在折自己。2H 上去就被打康，就被德打一个50%折，然后劈到没有劈到打康就不划算。就是他用 2H 其实他的期望值是负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目前这样正常用起来，他的 2H 期望值是负的，就不如不要用 2H， 你知道吗？啊，完了，死了。5H 绝招啊，死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欸，好像啊，死了吧。啊，差一滴。啊，刚魔王如果在中间凹绝招的话就有了。刚魔王没有凹，可惜。刚如果中间插绝招的话就有了。因为刚石挂前面都是打完的，前面磨血的时候都是打完第四下，然后要拆第五下的，他这是第三下就那个了，第三下就凹，第三下就慢出了。好，这边关到角落了。哦，魔王这边的对策是不让蓝斯出角落的对策啊。好，打蓝斯的战法就是这样。欸，漂亮，死了，这个有点衰。石挂刚要出角落，然后被打一个康，然后机子在下面等，这个衰到爆了，这衰到爆了。好，打蓝斯就是这样了，把蓝斯关在角落，让你站在画面的一半就好了，这样他跳就跳不出来了。他要拼的话，就要拼66H 了。刚刚那个角度的话。不过刚那个真的是水到爆，好，这边拼一个劈柴，不过没有拼到康就没事。魔王其实有刚有按五 N 啊，不过他没劈到康，运气不错。折，好，这边选择用后闪去躲劈柴的，不过他没劈柴。哦，漂亮，都不会被偷到气功的。啊，我觉得菲利应该要改烂一点啊，改成没有神龙啊，然后改成没有残虐啊。好，这边挡对了。又来一次中断，神龙，欸，放枪，又来一次中断，太夸张了，残虐太夸张了，身材又来到九场啦，残虐实在太夸张了，走到你面前抽你中断啊，这招一定要改弱啊，那个时间点应该只能给他个五秒之类的啊，那个残虐总共有几秒？总共10秒左右吧，十五秒左右。太长了，应该给个五秒就对了。太长了，你看刚拆了3次中断，他刚第一次拆到，他还有2次中断，太夸张了。好，这边选中断，哎，中断负的，然后继续按，走。好，这边折到还不会死啊，好，下段还不会死，这边应该会带绝招了，以他的个性，好，带绝招，然后等应该会那个二一四先磨个4下，然后再拉开。啊，这边可能会恶意试磨一下，啊，这个他没防好，
啊，乌龟龙，乌龟龙其实可以防到凹的。好，这个血量的话，菲利是一级圈。啊，这边更惨了，这边菲利一个单发确认绝招，又一个残虐。啊，拼了，拼了，那没办法了，他说你再残虐我就受不了了。刚刚那个残虐再残一个就受不了了，因为他还要转圈圈跟升龙啊，被残到一个中段转圈圈升龙就结束了。他就早拼，早拼不如晚，晚拼不如早拼啊。残虐真的太夸张了、啊。他等一下就说啊，阿里阿多阿里阿多，海外菲利穆里德斯，海外菲利只有斯皮鲁这样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就会说，有种要魔王过来日本跟我打啊、哦！我已经预想到他会这样讲啦。连打。哇，死了！哎、欸，啊，刚刚那个太远了，不能绝招哈，刚刚那太远了。残虐啊，魔王魔血士。啊！直接被吉吉打死了。好，这边一直二 N 阻止他进来，不错。哇，胜差真的有点大、啊，他还没有平杰巴的记录啊！杰巴好歹也拿了19场啊，打魔王的时候还没有平杰巴的记录啊，太夸张了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动动动！好，这边角落是挂有机会。啊，完了，这边又被菲利摔到了。菲利受害者协会，他要二，好，他不敢二 H 了，因为二 H 会被绝招哦。他不敢二 H 了，刚刚二 H， 哎，刚刚可惜啊。不过还有血量啊。有血量、有气条的菲利是很可怕啦，你错误一次就会被打半条哦，还没死死啊！好，正常来到八场啦，还可以哦。Believe in victory. Battle one. Engage. 只挂这边压力之大的啊，之大的啊，看起来哎、欸，拼到了，咚咚咚，到角落了。二一四魔血招，哎、欸，啊，运气不错，刚一个跳 U 围局空阵就 squad 落地没按。嗯，哎、欸，刚没有二 U， 刚那个距离可能连菲利都觉得太远了。啊，拉到了，开始折了。五 N， 哎呀，猜错了。嗯，猜错了，一个五 N 被打康了。好久没看到了 ，P 才打半条，已经十场没看到了吧？十几场了啊，死了。嗯，这拼了，这没办法，这个是拼了。其实魔王现在每一场都按都不会怎么样，就他一定不会连续 P 到那么多的，现在就算每一场都按都不会怎么样，因为一定只有少少的几场会 P 而已。好，这边他没有鬼花啊，有了，折两下换边，哎、欸。没，哎、欸，没换边道，刚没换边道，刚应该要折两下换边的。角落危险，角落危险，不过还没有气功，完了气功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他不用气功者，好，这边想退康啊、哦。哎，又凹到了，又凹到了，绝招，哎、欸，刚绝招就赢了说，啊，死了。被偷到了，被偷到气功了。刚绝招就赢了，说，刚绝招就绝招就赢了，可惜，19-26啊。刚那个是挂22H 上去的时候，他居然没有绝招，我真的是很难过啊。啊，魔王打到了50场左右还是会累的，现在他们比数已经总场数来到45场了，46场了，打了47场还是会累的。没办法一直集中的精神去看他那个22H 用绝招去打，完啦，魔王的年纪是不是开始显现了呢？只挂已经追到7场胜差啦，现在感觉要追到6场啦。哎、欸，完了，开始被抓到了吗？开始被抓到了吗？前摔被 22H， 开始被抓到了吗？因为刚刚原本的话，魔王都是5H 665H， 然后他2H 上去的时候就5N 对空，啊，这次居然被抓到了，魔王想改一个东西，居然被抓到了。
啊，可惜没有拉边，刚可以拉 H 边说。啊，魔王不敢对空了，怕他劈柴。哎、欸，可惜。这个血量，哎、欸，可惜跳走了，角落了，有点危险哦。啊，这边跳走了，不错，这边没事，这边给蓝斯打一下都没事的。漂亮，他先读。先堵哦，这边终于挡对了，这是魔王第一次挡对这招，这是换边的挂下段。好，这边又到角落了，稍微有点危险，稍微而已啊，有了绝招，哎、欸、啊，刚他应该两下确认绝招了，没事，这二 L 没事，魔王应该两下确认绝招了，他应该是老了，有点啊，残虐死了吗？没死没死，没有鞭子。好，这边被投到气功了，又挡到了，应该是没事啦，残虐。残虐啊！要是正常的魔王，刚刚那个五 H 中两下的时候，他就会转绝招了。啊，刚刚已经有点老了，有点累了，变成打三下拉鞭子啊！啊，这时候的那个集中力就会开始有明显的下降了啊！在高强度对决的时候，差不多四十几场也很多了，四十几场一定会有明显的下降的集中力。啊，魔王的集中力看起来是的确是下降了很多了，在对空方面跟确认方面的确是有下降了啊！弹墙。有了，猜对了，怎么会打三下、啊？怎么会打三下？应该打一下或两下的。我哇，完了，完了！集中力，集中力，魔王的集中力，魔王集中力真的下降了，下降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猜对，可惜啊，错了，死了啊！集中力下降，集中力下降，完了，开始追了。魔王的集中力不行了、啊，魔王的集中力不行了、啊。嗯，不行、啊。他刚如果是挡住，然后出个一下或两下绝招的话，就比较痛，就对方会剩下一滴滴血而已。然后刚出三下出绝招就算了，后面还放枪，集中力有差，集中力有差。魔王这时间想睡觉了，是不是？剩差剩六场，其实很好追哦，其实很好追哦。这不能大意啊！啊，五 A 慢了，角度不好啦，其实也不是慢的，角度不好。这，好，这我这边选择比较稳的啊，然后二 U 尖端。啊，我在角落那时候一直被二 U 尖端戳，漂亮。好，这边那、啊、猜对了。好，这边猜到就赢了，猜到就赢了。这边选防凹。好，这边跑了一大步，颜值刚刚没中啊。这个血量可惜，还有六六 H 了吗？啊，完了，死了吗？还没死。这个血量的话，他应该会过来按五 H 啊，看有没有起三号绝招。啊，按五 N， 刚起三号绝招就有了。哎，猜错了，这次可惜，这是没办法。刚就是想说要不要起身高的，刚如果起身高就中了啦。刚如果起身高就中了，这个就是要猜，因为没血了嘛，没血就看他有没有压，然后恶意思，那个就没办法，就猜的地方选错了，运气开始下降了，感觉运气开始下降了。哦，跳出来，跳得不错。好，这边又是二一式魔血招，先推一下距离。有了，哎呀，没又怕他劈柴，没有用五边对空，怕他劈柴。Nice， 这边先打一套，打到蓝血哦，这边会打到蓝血。咚咚咚咚，再拉一次，然后再丢一个 ES 击击，有了。啊，这边用魔血的，啊，这个血量再一次二 A， 有了，这样的话，等一下他跳这个用真龙就可以吃掉了。哎，有了，漂亮，空阵的距离啊，抓得好啊，空阵的距离，空阵距离抓得好啊，嗯，场中哇，角落糟糕，角落不要被打倒，有了，出来了，撑住啊，我撑，有了。耗掉他的气功了，耗掉他的气功，完了被防了哦。
咚咚咚咚咚，气功不要好好可以啊，完了被折死了啊，被三角跳了，完了，石怪开始追了，石怪开始追了，长盘玩家的底力21比26，糟糕了，魔王集中力不行啊，两个小时集中力就紧绷啦，魔王跟我差不多，我超过我大概22、26、27的时候开始，大概集中力最高只能两三个小时了，魔王已经不行了，集中力啊，糟糕，开始连续被反高了，有点被抓到的感觉了，有点被抓到的感觉了，这边要小心啊，这边一个不小心会被追平，压力会很大，绝招，差一点，再不会死，再不会死。好，这边要被鳄鱼式抹血啦！啊，没办法，这个血量，你觉得凹绝招也没有太大的帮助，这个人乖乖被抹了，这个人乖乖被抹了。只过啊，果然是后期才会追的人啊，有了，后面石挂猜对几率明显的变很高了，有没有发现？就是劈柴率跟那个不劈柴的那个，后面明显是换成石挂中了啊，这是我说的，是我说的长盘比赛会出现的局面啊，有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区间是对手连续猜对的啊，现在这个区间就是石挂连续猜对的区间，看这个区间会维持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区间现在维持有点久了，哎，有了。我就说不要用这个跳回去吧，赢了啊！只不过这个败笔，这个败笔就是用跳回去啊，啊，这个就是我就说打魔王在血多的时候他是不会动的，然后跳回去的话就会对你空了。好，现在魔王能不能拿下这场？拿这场蛮关键的哦，不然的话被追到剩4场的话，压力就很大了。因为在集中力双方都有点就是在魔王集中力有点掉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对方的集中力倒是还可以，这时候如果再被追一场的话，其实有可能就会输了啊，完了，你看有没有，就是判断的这个时间点都不好，因为像其实在四 G 的时候他已经在空中了，就那个升龙其实是打不到的，他的判断的失误率渐渐的变高了，有点糟糕，完了，绝招，差一点血，哇 ，squad 有点强，啊死了，我追到剩下四场了，追到剩下四场了，有点厉害，好，对魔王角落者。魔王这边应该要调整一下，不过这个其实魔王打的是集中力的问题啦，他有一些集中力是明显的变得比较差了一点，然后选择也是，就是他在判断那个升龙能不能达到对空的这方面有点弱了，就是他升龙对空这几场就被防了三四次左右了吧，就升龙对空的部分。选错了，闪早了，啊，这个鳄鱼漂亮。完了，没被打抗还是好险，没被打抗，这样的血量是一级圈就还好，这血量是一级圈，哇、哦，前进一大步打五 H 打抗，这边二 N 单发确认就有了，哎，可惜，刚如果按二 N 就有了，啊，完了，按早了，他用延迟点啊，所以他来不及对空了，他延迟点，啊，刚刚他没有按二 N。可惜了，刚如果按二 N 的话，就可以抓到石挂放技攻，然后单发确认绝招了。今天一次单发确认绝招都没啊，有出现一次是二 U 的，刚该要继续二 N 的，可惜，有了，真龙，这边气功，石挂什么时候六六回去嘞？有了，拉到打到就赢了，又被防到了。绝招有了，哎，再劈啊，没事啊，给你换血啊，啊，这个就是等啊，待会绝招的时候等他六六 H， 等他二二 H 上去，绝招是一定打得到，他虽然拼劈柴也是会相杀而已，有这个反应就好了，就最起码这个反应要有啊，因为这个是必赢对策，永远不会失败的。
不过这边还是要小心啊，因为 squad 也是亮灯的、啊。好，这边双方打的都相对的变得保守了一点啊。石挂这边在哦，石挂这边他的对策是他要用22，他用2L去拼他按5 N 或5 H， 直接拼一个大的，完了。角落，糟糕，延迟洞被打了，这边猜错就会到蓝血了，猜错就带绝刀到蓝血了，好，挡对了。好，这边跳出来可以骗到了。石挂想要抓他那个跳空杀，不过他是用那个残虐。哎、欸，有了绝招，差一点血。哎、欸，啊，对，差一点血。啊，这边果然不会乱动啊，慢了一点。他刚刚二眼的，可能就可以中了。哎、欸，不要 ，OK， 好险，还好他选对了，选择跳后跳 L 啊，不然刚刚那个其实是可以打背的、哦，他那个三角跳可以打背的。你就会防住那个三角跳，你可能也会那个，可能也会被关在角落去被折，所以他那边选后跳 L 是正确的。哦，差三长，完了角落，咚气功，挡对啊，下盾可以。好，这边他没动机了，糟糕，咚，哇气功折到就死了，折到了死了。角落太强了，没办法。苦力木，哇，糟糕了！亚路加那一个，完了，角落了，气功，我挡，哎，运气不错，还要升龙的，变成转圈圈，哇，运气站在魔王这里，哎呀，这边可惜了，他要过去摔的、啊，好像是要过去摔的，啊，不过不要紧啊，刚刚运气已经在这边了，哎、欸，会不会二 U 啊，哥哥，哎呀，干嘛、啊、那个升龙，那个绝招干嘛、啊？这个有点危险。有啦，这边小心一点，有了，赢了，折魔血啊，可惜他怕他凹啊，他不要随便过去，他怕他凹啊，哎、欸，运气不错，他应该是想要打他身手了吧，要不然就是放枪，运气不错哦。好，这边有了对空，哎、欸，放枪了，要用二 H 的，哎、欸，完了，走，气功吗？没有，刚魔王放枪啦，有点血亏，都对到空了，糟糕，猜错就还没死，猜错会死，不要猜错，挡对啊，死了，太强了，刚那个血亏，死了。哇，有点猛啊！追到剩下四场了，23-27啊，紧张啦！哎呀，刚那个二 H 没有出来啊，血亏。好，这边魔王没乱动啊，不错。转圈圈凹神龙，不错。好，这边看他要66 H 来了吗？差不多66 H 了吧？完了，角落。好，这边防得好，看什么时候要跳出去呢？有了，挡对，再拼啊！好，这边换一个吉吉，打两下换边。有了，迟的吉吉，这个差一滴滴血，走，真龙，差一滴滴血啊！哎、欸、呦、哦，哎呀，可惜。差一滴有点衰，凹神龙吗？要凹神龙吗？啊，魔王没凹，要凹神龙吗？哦，可以，我那个石挂也猜他凹神龙啊。好，这边吉吉，你不要乱按，这边不要乱按，神龙，哎，这个是神龙啊，这个是神龙放枪啊，
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。这个是神龙放枪放成圈圈啊，因为刚那边如果乱按的话，如果突然来一个插一个绝招的话，可能就会直接被插死，所以刚不能乱按的。啊，魔王的运气不错啊，两次神龙变转圈圈，两次都打到啊。这边猜错就会变蓝血，好挡对了。哎，完了，衰。咚咚咚！哎，其实刚石化好像可以66 H， 然后5 H 用的。刚石化好像可以66 H、5 H 绝招，好像感觉就死了。他好像不用那边用那个214。现在气势其实比较偏石化这边的，老实讲。这场一定要赢啊！这场再不赢，真的我觉得输面就大了。因为明显的气势现在比较不在魔王这里了，完了，咚咚咚咚咚，得到就赢了。哇，这场感觉有点危险哦。哇，不过十场的胜差能追到这样，真的是很猛哎。啊，没有对空，可惜啊。对空，哎，有了，拉回来，折到啊，折到还不会死。有了，哎，摔的有机会哦，摔的有机会哦。咚咚咚！哎呀，如果刚刚在弹到角落就有了，刚如果是角落的话就有了，可惜。刚如果是角落的话，可以再接一个转圈圈说，哎，漂亮，抽中段 ，nice， 有，要停牌咯，要停牌咯。咚咚！啊，这边吃挂，角落连摔，啊，第三次就被解摔了、啊。换边，啊，这边打到场中了，可以对空。哎哎哎，怎么上二维区对控？怎么上二维区对控？完了，啊，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，五维区第二下却没中。咚咚咚！但这个血量啊，菲利有，菲利有气，菲利有气有机会，菲利有气有机会，有了对空。我折换边，哎呀，又猜错啦！刚应该五 H 压，然后五边对空就有了，又猜错啦！刚他居然选择跑过一摔啊！对空，哎哎。哦，挡对了，可以。啊，又被五 N， 又被二一四这个白痴招又推角落了，没事。好，这五 N 对空，没事。好、哦，这边延迟哈、哦，打得很保守。糟糕了，闪对了，漂亮。只挂追四狙追的有点慢了啊、哦，不然刚刚那个四狙只是会被追的，完了。这个血量的话，菲利还是可以追的，有气有气有机会死了。气功，哎、欸、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打不到。哎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。这个其实后斩绝招是一定打不到的啦，后斩绝招一定打不到。除非你后斩绝招，然后对手是地面压你，然后他压慢了，才有可能打得到，不然是打不到的。这个有点天真了。不过血量差那么多，其实是没办法了。血量差那么多就没办法。有了。打两下换边，啊，可惜，不是角落，不然他那个 U 就跳 U 我会中。怎么不在二一四中间插升龙呢？哎、欸，二一四在 CD， 他刚应该66 H 的，他刚应该66 H 的，折到就赢了，50%赢。哎，猜错了，50%选错。50%选错，哎、欸，漂亮！好，这边凹了后闪。好，这边血量优势，然后蓝丝没有绝招，只要不被劈台打到康，这场就大概率是啊被拖了，这场大概率就没问题了。哇，这个血量凹哦，这血量凹其实有点危险的，刚还在角落呢，刚还在角落呢。这边再打，再啊有了，赢了。嗯，不错哦，魔王感觉又回来咯。
动动动动动，气功！哎，完了！安全跳，漂亮！威龙打掉中段，菲利的中段要打那个打那个打掉中段，菲利的那个比吉他的好用，吉他会被原无威龙，然后打不到。OK， 这边想办法出角落就好了。啊，有了，拉到叫吉吉打两下换边，换边有了。哎，可惜他不是用他不是用九的吉吉。这边吉吉还在 CD， 有了，漂亮，对到空转圈圈，转一个圈圈打到蓝血。哎，不要，还用拉的。哎，哎呀，刚吉因为吉吉刚好了，其实可以用拉的说啊，不过算了。哎，停牌啦，停牌啦。24-29啦，停牌啦 ，Linda， 有没有？帮我报仇啦！角落，想吧，升、，OK。有了，他二 U 错了，我折，好，都选对了，好，这边选后跳，哇，这个魔王没按的 G 啊，魔王没按的 G 防守啊，应该按一下的，这个血量优势啊，这个。蓝士现在很不利，哎呀，刚没有二 U 就可以，哎呀，刚没有二 U 就可以那个绝招了，就赢了说。好，这边挡对了，没事。转圈圈，这边蓝士，哎，有了，赢了吗？还没。好，这边要小心，蓝士会凹绝招哦，这个血量，蓝士有可能会凹绝招哦。哎，有了残虐，不过哎，打到康可以连，哇、，nice， 停牌啦。运气不错啊，二 U 打到康，那没打到康残虐，我记得打不到的、啊，运气真的很好啊，运气真的很好啊 ，nice， 这个可以啊，后闪升龙，转圈圈，有啦，运气又回来啦，动，好，场中，哎、欸，又一个对空，哎、欸，放枪了，二 H 放枪了，二 H 啊，慢慢的往角落推了，好险，这一个二 U 阻止他了，好，这边先开残虐，中断 ，nice， 还有一次，中断还下段，中断还下段，下段才对了，他才对了，啊，可以，打了这些血够了，打了这些血够了，真的有了，啊，没啦。这个血量稳稳的打就好了，石瓜压力在这边了，石瓜要66 H， 我就知道要66 H 了。这个血量的话，转圈圈，这个、血量的话还行，他二上去就要死了，二上去就看他要不要劈柴了，这时候就要祈祷那个，他等下二上去就可以用，哎呀，啊，打得不错啊，报仇啦，啊，还是台湾最强啊，还是不错的。